那我们第一步是怎么样做呢，三蜜？就先把主要的珠子串进去。好，主要的珠子串进去。对，这是大颗的孔雀蜘蛛。是，这是最简单的哈。好，最简单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再不会做的话，傻逼也没办法帮我们。对，无话可说。对，然后在这个琉璃的间隔珠配件，哦，有两颗珠珠的这个，就是左右，哦，左右各穿一个小琉璃的配件。嗯，然后还有一个银饰的配件。也是两颗，所以它也是左右，哦，对，哦，它都是一对一对的。嗯，哦，这个比较小呢，要卡住它，是不是？怕它跑出来，银色的这个，但是它的配置，我要像那看像迷你米吗？你以为在缝线啊？因为有剪的，嗯，你穿不进去，对不对？它的头开叉了，哦，要剪斜，斜的剪斜，剪斜的，剪斜的，对。不要剪到自己的手啊！啊，好像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打个结就好了，打结把它绑在脖子上，有扣头，哦，好精致。你要不要量一下它的长度？哦，要先量。因为这个绳子它比较长啊，有的人比较不，所以也可以戴比较紧一点，这样比较短一点，比较短一点。好，扣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等一下，好了，傻逼，倒带，作弊，拍板，倒带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偷做傻逼的，对，我偷做傻。那我刚没有看到，哎，看一下，你这个这样子，一眨眼就做好了，好厉害。抓着，你抓着，抓这个，它这个哦，抓着，然后把线放进去，有看到哦，夹，然后先夹一边。我觉得我的手会断掉，怎么办？我好害怕，傻逼，你还是再试一次好了。盖上去，这样也代表我们战利品。我们第一关考验成功了，耶！我的孔雀蜘蛛，一小，哦，我突然觉得获得满满的勇气，哦，我突然获得我满满的爱情，爱情非常的专一，对。像这些游客啊，都可以体验，只要我们来玩，我们都可以体验这种制作的，都可以自己挑喜欢的珠珠，然后自己亲手做，然后把这个珠珠还有我们的手工的心意，然后给我们喜欢的人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自己做是算是自己帮自己做是非常不一样，而且你如果可以把这些东西，就是你要给别人的祝福，也是自己亲手做的，那就像有点像是自己亲手给别人的祝福，非常的不一样。沙比，请问我们有过关吗？过关啦，100分有。耶！不用自工自足了。我们这样子要更靠近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蝴蝶，对，更进一步。对，我们可以去跟带着这个去跟我们的那个乌巴克先生报告了。对，报告，然后叫他再带我们去闯下一关，就看到真的 OK 了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叫乌巴克大哥带我们去看蝴蝶了。耶！ Yeah! 我们过关了。耶、yeah! ！那我们找到乌巴克大哥，好吧？怎么又是傻逼？怎么是傻逼？那我带来我们要找那个乌巴克大哥呢？你以为过关有那么简单吗？嗯，我们还有第二关呢。什么？要走？我们要去洗衣服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去菜园。没关系，傻逼，我们刚刚哈做琉璃珠有没有过关啊？有。有过关吗？有过关，好，不用了。哎、欸，我找到关了。过关，你不采菜的话，你晚上就不用吃饭了。哦，啊，这个菜是要煮给乌巴克大哥吃啊？不是，是给你们吃的，给、哦、我们吃的。然后我们也可以、哦、可以那个贿赂一下乌巴克大哥。对，我们把一些好料的夹到乌巴克的那个碗里面。对，然后叫他就是带我们去看蝴蝶。好、哦，那我们要先去第二关了。好，走吧，耶，采菜。这样拔起来哦，竹很松呢。剪刀，哦，要剪掉，剪在这里啊。小心你的手哦。哦，我剪掉手，我就过关了。好，对，就这样子踩啊。哦，这颗看起来不错。好，先摇一摇，把土松一松，好，把它用力的，拔起来之后怎么样？拿剪刀把这个土的地方直接剪掉，让它的根呢再回去它的菜园里面，搞不好也会长一个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还会长一颗新的吗？还有这边呢，那有机肥，有机肥，对，当有机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所以这是完全没有农药的，对，完全没有农药。哇，这莴苣应该可以生吃吧？我们那个生菜都可以啊，你吃啊，真的吗？那我真的要吃呢，这个真的没有开玩笑的呢。各位观众。我大家有机菜园初体验，是不是有机？看我就知道。有机吗？
这里是素食。哎、欸，好甜哦！真的吗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去下一个。好好吃哦，我觉得可以直接就是生菜的味道。哎、欸，我们下一个是哪一关？好甜哦！你去把那个高丽菜。高丽菜，真的新鲜。哎、欸欸，老板，你的工具，你这样没过关哦，我看就好了。咦，好吃哎！哇哇，我们接下来要来炒高丽菜。高丽菜，对，高丽菜。哦，都很大颗哎。好，我来。啊，接下来要把要示范，示范怎么拔。那要怎么看它熟了没啊？还是差不多熟了？看它大颗吗？嗯，也不是，就是它大概就是差不多，嗯，因为这种没有撒农药的，它不会长很大颗。像这个我们都差不多可以，所以它先，你看它，你只要这样一拨，它就马上脆，就蛮脆的。哦，比较脆的，就是脆了就是熟了。然后剪刀，我大部分都是用剪刀剪。哦，现在直接在剪刀把再从下面它的地的那个地方直接剪掉，剪刀很厉害，所以外面的叶子是不要的。很可爱。对，因为高丽菜其实小小玲珑，对，其实外面都很大，这是小的。对，好，我现在呢就要来拔这个高丽菜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看它有没有熟。先这样扳它，有点清脆的感觉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啪一声就可以了。那怎么样呢？就是从它下面这个地的地方，直接用剪刀给它剪掉。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地的地方？直接剪。直接给它剪掉。我左手不知道不够力，我不知道我右撇子。有了有了，有没有？当。虽然很丑，不要笑。虽然很丑，但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拔高丽菜。有没有？其实也可以吃就好了。可以吃就好了。这一颗呢，等一下一定会变身让人大叹惊奇的高丽菜料理。嗯。好棒啊！我有过关吗？这样有过关吗？有啦，勉强。有啦，好了，拜托啦，我帮你把这个顺便拔掉，好不好？帮你有机肥嘛？对，很用力，很累的，帮你拔掉。今天欧腾贵吃这个，澳门吃这个。对呀，差太多了。耶！耶！收工！耶、yeah, ！成功！就在大伙忙着洗菜、切菜的时候，想不到 Savvy 又出了难题啊！没关系啦，我们吃蒸蛋就好，不用番茄啦。不想过关哦。好啦 ，Savvy， 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番茄炒蛋。啊、没有，好了，我们去采吧。我只是有点惊讶。好，我们去采番茄。这很不礼貌，很危险。采番茄。要先把刀子。啊，采番茄，采番茄 ，tomato。看到红色的跟我讲，看到红色的番茄。红色的，哪里有红色的？有啦，这里，这个吗？这可以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哎 对，红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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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珍贵哦。为什么只拍这个？因为只有这个而已。等一下，我们真的只有一个，如果真的只有一颗，我们就是给我们就是大概全部的人就吃一颗小番茄。对，就无条件的会。对面这个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可不可以采绿色的吃就好了？我觉得我要跌倒！哎呦呦呦，这里有，有了有了，发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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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这里有红的，红的快拔起来，红的，碎啦，这颗碎。我问你哦，你觉得会不会是？啊、我看到了，这可以。哦，这颗呢，其实根本没有熟，他就给它拔起来了。你在给我乱讲话、啊！你在给我乱讲话、啊。等一下，那个咪咪讲他自己吃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我们家我们家也有在种番茄。哎呀，咪咪等下摘到一个他自己吃的了哈，没有熟。你猜？我生气啊！你自己拔，你今天不要吃啊！这，你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，就是傻逼他可能忘记他的番茄还没有成熟。对。所以。那我们找不到红的了。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啊！哪就不能采到红的？全部都是绿色的呢！啊，我忘记今天早上有那个磁性的那个啊有人来采过了，难怪小贝一定是给我们出难关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是有数到，你看够吃了吧？有。这个豆腐啊，我现在在做的呢是那个萝卜丝加姜丝炒高丽菜，然后里面呢还有豆皮。嗯，哇，
棒啊！棒哦、我们刚刚辛苦这么久的，对啊，终于好了。卢凯族风味餐上菜了，耶、而且我们刚刚啊，发现这两个东西煮了很久的时间，我们问一下傻逼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糯米粽。糯米粽，对，你慢慢把它打开。你们去工作会不会把这个当成小便当？对啊，就是带在身上，放在小包包里。会啊，对啊，有时候就在田里，就是在家里先做，以后回到田里就慢慢煮。哦，好香啊！好香哦！它这是月桃叶哦，月桃叶，难怪刚刚就说味道不太一样，很香。对，是月桃叶，所以它味道比较不一样一点。所以它特别的是，它是素食的。嗯，很香的，嗯，那很像它糯米，因为一般外面那个糯米啊，吃起来是它口感是属于比较 Q 一点的，可是它这个是属于比较软烂，所以它味道会比较进去，就它那个月桃叶的味道。哎，那个月桃叶的味道真的好特别，而且我觉得好香哦，而且不会像竹叶，它的味道很重很重。那它这个长得有点像哎。这个也是滚很久，在那个水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花了很长时间哦。但是它黑黑的，我一直非常好奇里面包的是什么。对啊，这是它是芋头粉，芋头粉叫吉拿布哦，吉拿布哦，这个一定就是原住民的美食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你们有节庆的时候才会吃吗？还是你们家常菜吉拿布？节庆的时候才会包，特地包。对，所以就是也是有特殊，例如说欢迎客人来啊，或者是新年过新年祭典的时候会包，都会包。对，哎，那这个是连这个都可以吃吗？对，那个叶子是可以吃的，所以它是连叶子，不是像那个还要把叶子剥开。好，这个我真的是完全没尝试。那这个绑的是用什么东西绑的？就是那个啊，叶桃叶的那个梗啊，叶桃叶的梗，然后把它包起来。它没有豆皮啊，对，我包豆皮哦。还有这个是那个傻逼帮我们特地包的，然后里面那个芋头味道很香，芋头粉，刚刚讲芋头粉，我以为会是甜的，还是咸的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原住民哎，因为基本上它没有太多的调味料，然后它唯一吃到的，但是它有双重的层次的口感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就是这个叶子的口感，然后吃进去之后呢，那个里面的豆皮啊，它又会给你第二层豆皮的口感，然后再加上第三层口感，就是那个豆皮里面会有汁，它就是很天然、很天然、很天然，对啊。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叶子，它吃起来，它其实跟一般我们吃的别的那种菜啊，口感不太一样，它是很像沙沙的，沙沙的，就很像上面有一层绒毛的那种叶子，对，所以它吃起来就是你会觉得这种口感很特别。究竟咪咪奖跟欧腾贵能不能看到传说中的冬天飞舞的蝴蝶呢？其他高雄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